先来试试看三只手指，因为我看网络上已经很多观众朋友们说他们现在是玩很久了会用四指了。我真心觉得四指目前还需要再多练练。对于我这个刚从 PC 转 mobile 的玩家来说，先从三指下手好了。目前的天梯好像排位还是会碰到多少有一点 AI。还在努力往上爬，看看打到后面会不会面对到很多真正的手指高手。这么多电筒啊！我的天！到底要打到什么样的排位才会碰到电脑呢？打这些电脑其实也没什么成就感，但是往好方向讲，就是他们还是会多少给你一点小装备啊，他们会收的肥肥的拿来找你送头，还可以，还算可以接受。左边也有一只，这只真的是碰到玩家了。来来来，就他刚才偷打我，我想，一定是他。我正前方那只是不是死掉了？还这样，先用这颗用拔蜡解决。哇，大炮箱！没有炸弹，对，没有炸弹。哇，刚刚他差一发就死了，有点可惜。
很遗憾的，手指头操作还是不够顺，好像要练到四指了。如果说右手如果能够瞬间按开镜的话，再趴下应该会比较好。因为我刚才是大拇指按开镜跟趴下，可是来不及啊。哦，这把有点可惜，难得前面杀了那么多人了，都后面没事情。再练练，再练练。